服脱掉好不好？我觉得是这样，你脱了一件你就没了。对对，你就往上了，你往上了，再穿一件，多穿一件。我在边上看特别着急，是吧？我在侧目，我也其实就脱个衣服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大家见小鹿也不容易，是不是？要不那个大黑牛先脱一下。可以的，可以 ，OK， 我这样可以吗？我先脱吧。啊！不是，我这样的。等一下，我的墨镜。不，我觉得其实不是来，我们不是来脱衣服的。是的，我们对，我们是来，其实是来脱衣服的，是吧？哎，我怎么觉得从他上来这个台风就变了？刚才还是那种正能量，一本就是我们还是什么？但是没有，你也是能量。我得喝口水压一压。不是。我也喝口水了，这没有人给你准备水是吧？没有啊，我喝口他的水。你们要喝吗？他的水。我觉得，对不起啊，这人老啊，这老了，哎，我拿，真的，小鹿，你是不是跟大家表示一下？因为上次啊，对。你别跑到边上，这不是我的演唱会，是这样，上次在北京啊，就说相亲了，是我好像有听到网上有很多人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，请你不把我儿子嫁出去啊，我就真的不行了，这个问题有点大，已经嫁出去了，对吧？广东已经，根本不是来听演唱会，就是来相亲的，你知道是吗？今天有没有穿婚纱来的？啊，婚纱都穿了？有穿，真有假有啊？真的有，哇，有吗？真的有，哇，真的有，哇，真的有，哇！好，待会儿穿婚纱的到北门等。说完，好，到北门啊，等陈哥。今天丁丁不在，我代劳是吗？怎么可能？有请范丁丁。你还真相信？吓死我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我以为来，你为什么要吓一跳？因为我以为真的，因为你没有干什么亏心事，是不是？刚才。我跟你刚刚只是唱那首歌而已，不是亏心事，亏心事怎么回事？是因为很多演唱会都会经常给大家惊喜，是双重 surprise， 对。